台湾农业交流协会来选拔台湾十大农业专家的神圣的任务。我们在这次的19位的农业专家当中，我们经过了我们农委会农粮署副署长、渔业署副署长以及我们台大农经专家我们的院长以及我们各产官协所推出代表，包括了我们的通信评审220封的整个评审的作业当中，以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之下来予以产生我们10位的十大农业专家，今年迈入了第38届的选拔委员，在所有的往事委员的辛劳喷薄下，我们今年终于选出了农业十大农业专家。这十大的农业专家不止在整个农业的研发改良以及在整个所有的一个著作论述中，都对我们国家对农业社会里面卓著的贡献。这10位的农业专家将在我们的全国联会接受国家元首的一个表扬，对未来的国家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开阔，以及我们农业设施以及农业专注于这些发表的一个论著，来以代表国家对外行使更多的国民外交。